其實入咗娛樂圈4年到啦，05年入娛樂圈，咁09年咧，其實我就 quit 咗嘅。咁我嗰陣時就去幫我爸爸手，係我屋企係做製衣嘅。嗰陣時嘅製衣生意唔太好，咁我爸爸想我翻去幫下手，幫咩都好啦。始終覺得娛樂圈未必是一個很穩定的 很有安全感 的職業來的，還有女仔，所以始終那個創業的心都還在那裡。女仔最厲害是護膚的啦，扮靚的啦，咁就不如自己去日本那邊，因為日本比較真係啲 quality 會好啲，咁就去日本那邊自己敲門去廠那度睇佢哋嘅護膚品，咁就亂打亂撞地，他們又信我，那就找了一些香港沒有的東西回來，那他們就批了給我做代理。真的在這個機緣巧合之下，那就開始了，在年半之前開始了這個護膚品的東西。